转载自百家号作者体坏地小哥瑞士女孩精英赛小组赛已全部结束，中国女孩以一胜二负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无缘四强的争夺五到八名的排位赛。最终抽签结果，中国女排将与波兰女排争夺第五、八支队伍。小组赛的技术统计已出来，因为意大利和土耳其将是中国女排世锦赛第一阶段小组的主要对手，而这次精英赛两队也基本是全主力参赛，所以这些数据对中国女排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得分榜前十名，俄罗斯的冈察洛娃51分高居榜首，意大利的杰利埃格尼小组赛总得分32分排第六，中国女排的龚翔宇和土耳其队的博兹同样是31分。铜牌在第八位，扣球榜前十名，意大利的杰利埃格努以 46.43% 的成功率排在第一位，土耳其队的博兹成功率 37.88% 排在第八，中国女排主攻手刘烨含以 36.54% 的成功率排在第十。篮网榜前十名，中国女排副攻手塔胡明炫、杨涵玉总得分8分和6分双双上榜，分列第四和第八。土耳其则赫拉7分名列第六位，艾达6分。意大利队无人拦网上榜，发球榜前十名，意大利队主攻手大波菜第六分，徐俊 0.67 分排第一，土耳其队的卡拉库尔特也是6分。土耳其的另一位上榜的是巴拉丁5分，徐俊 0.5 分，意大利埃格努4分，徐俊 0.44 分。前四名被意大利和土耳其包揽，中国女排无人发球上榜。一传榜前十名，意大利的德基纳罗以 68.42% 的效率高居一传榜首，土耳其的埃尔坎以 57.5% 的效率排在第三，另外土耳其的梅里哈以 55.17% 排第五，中国女排自由人林丽以效率 51.28% 排在第六位。防守榜前十名，意大利的德基纳罗以局均 3.56 个和土耳其的埃克兹局均 2.90 个分列第一第二，中国女排林丽局均 2.50 个排第四。结合上面的数据来看，本次中国女排瑞士小分队在八扣篮三项主动的分手段进篮网数据稍微能看，其他全面落后。一传防守方面，除了自由人林丽表现一般外，中无人有出色发挥。反观中国女排世锦赛小组赛的两大对手，两队的发球均十分有威胁，一传防守都排在前三位。整体意大利队埃格努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而土耳其队却更加全面均衡。